欢迎千花。黄土高坡赋予他直爽和倔强的性格。这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省愣撑撅。对对对对。1980年的各个月份的，对大众电影真的是情有独钟。骆驼祥子让他站在话剧的舞台上大展羽翼。难不成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打天上掉下来的？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的双提名，你特别适合直播带货。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倩华的艺术清单。欢迎倩华。首先在这里我们要欢迎王倩华做客我的艺术清单，欢迎。谢谢。而且我还要恭喜倩华，祝贺你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的双提名，还获得了飞天奖的优秀电视剧奖。这就是倩华第一次担纲制作人的一部电视剧啊，岁岁年年是时候。对对对，那天人多事忙，今天你就在这儿，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哎呦，这挺突然的，这个，这我没想过。一般获奖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哎，我怎么就获奖了呢？获得电视剧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张家的女人》中张菊香的扮演者。这是2001年4月，作为演员的王倩华获得的荣誉与肯定。19年来，她在农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2020年10月，她以制片人、主演的双重身份，再次站在了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舞台上。但是，当公布“哇，岁岁年年事事红”优秀电视剧奖来上台获奖感言，你又，确实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岁岁年年事事红这部戏得飞天，优秀电视剧奖，比我个人得一个飞天优秀女演员奖，其实还要让我感到兴奋、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因为如果是演员得奖了，那么只能是证明演员个人的一种能力和实力。那么一部电视剧得奖了，那么对大家整体是一种鼓励。而且这部戏拍得很辛苦。最后呢，我还是希望说，我拍了这么多年的农村剧，其实中国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我们艺术创作最富有这种灵感和创造力的一片土壤。我就希望我有更多优秀的制作团队、优秀的演员、优秀的导演，更多这样优秀的人来拍优秀的农村电视剧。今天算是把自己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了。哎，这是关于戏的，我个人的先藏着，下一届。其实今天倩华做客我的艺术清单啊，是要跟大家分享影响你的这一个个艺术作品。第一个作品，其实倩华自己就给大家唱出来了，就是刚才那首《黄土高坡》。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的。
黄土高坡是流行音乐西北风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且我记得有一年88年吧，青歌赛6强选手全部都唱了，是吧？是的，是的，是的。青歌赛比完赛了以后，这首歌就开始流行了嘛。对，流行了以后，在特别是在我们陕西，哎呀，大家就都很喜欢这首歌。首先呢，他写的是黄土高坡。那你想，我就是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人，而且呢，你看他那个词儿，我家住在黄土高，就我家，你就感觉那我就是我，对对对，对，你就觉得那个我就是我，所以你就觉得这首歌唱的每一句都是唱的是我的事儿，我要告诉你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把自己就置身于这个歌当中，它跟别的那种地方的南方的一些小调还不一样，对，特别的慷慨激昂，让你觉得热血沸腾。这首歌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陕西黄土高坡，它一层一层的，是那个土的，我们叫圆，啊，就叫土圆，一层一层的。你现在一唱这首歌，你脑子里就能想到那个太阳照着它，一点一点，这儿有光了，那块阴了，这儿有光了，哦，越过那个沟了，然后又到这儿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是，就是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胳膊，特别有画面感。对，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跟现在我唱这首歌感觉又有点不太一样。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哦好听，我写我们黄土高坡的歌，然后也是唱个热闹吧，因为你毕竟年轻是孩子。但是现在我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偶尔我可能会泪流满面。哎呦，为什么呢？不知道，就是随着年龄，随着你对生活的这种感悟，各方面吧，你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当中，虽然说经常会回到西安，会回到陕西，但是就是对家乡的那种感情哈，就是还是和你在那儿的感情不一样。是，我特别懂，就是小的时候老想走出去，年龄慢慢长了，就是老想走回来，但是很难走回去，就是这种牵扯不断的这种情感。而且你不觉得你现在唱这首歌有的时候会泪流满面，是因为你知道它唱中了你骨子里的那个东西吗？比如说我对倩华的了解，我就觉得你是个挺倔的女人。哎呀，不是，我们陕西人有一句话叫陕西人就是生冷蹭倔。对，我前两天采访张艺谋艺谋导演这么说，他用陕西话怎么说来着？叫生什么？生冷蹭倔。对对对对对，生冷蹭倔。他咬牙切齿地说的。对对对，生冷蹭倔。对对对对，他说描述的陕西人的性格当中一分毫不差。对，你也是吗？我也是这样子的。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性格在这一路走过来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亏了呢？你这句话问得好。也成就了你。是的，也让你吃了好多苦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倔，不是那么生猛啊，也不是那么就是耿直或者是怎样的，也许我今天的艺术之路可能比现在还会平坦，还会灿烂。但是我今天能站在这儿，可能也跟我的性格和我是西北人也有关系。我这个生冷蹭倔有个字儿我不大懂啥意思。那个蹭是啥意思？蹭哈，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老人这个蹭到底，但我们当地的人都理解。我就感觉我这么形容吧哈，你知道那个你那个火柴，用那个火柴棒擦它那个瞬间，蹭。就那个感觉，一点就着。哎，对，这个蹭明白，倔其实在你身上真的是淋漓尽致。从打小就是个倔姑娘。对，看到家里艰难，那么小就倔强的，对，帮着家里想出路了。就是小的时候我父母是两地分居，因为工作的关系两地分居，我爸爸带着我，我妈妈带着我弟弟，我姐姐呢是农村的奶奶带着我姐姐，就等于我们家五口人分三个地方。
所以呢，从小呢就是一家人要团聚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那时候交通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为了跟我爸能在一起，然后他的那个单位也不是那种特别优越、特别工资特别高的单位，就因为想在一起嘛，所以呢，我爸爸的工资跟我妈的工资加起来，可能是人家有的家里一个人的工资，但是有的家里可能是两个孩子，人家工资还高，然后我们家是三个孩子，工资还低一半儿，一半儿。哎呀，我就觉得我要长大了，我一定要改变，你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辛苦了。所以呢，初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是个夏天，然后我那个朋友的爸爸就说，那个，哎，他能做冰淇淋机，我说咱们就做卖冰淇淋，哇，我真的记不清了，当时我们怎么就把奶粉，它有一个配比，然后放在那个机器里，那个机器就开始呼噜呼噜呼噜搅，搅出来了以后吧，它不是现在我们去洗洗快餐店说冰淇淋咔一摁就一个圈圈出来，对，没有，我们那个是要用冰淇淋勺挖。一桶一桶的，哎，挺高级。对，他给你弄出来了以后，你就把它挖在这个。我爸在电影院工作，电影院就有一个冰棍房，专门做冰棍的。然后我爸就给他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看孩子们也不容易，这也是在创业嘛。”那时候有创业可没说。对对对，说这个。给他点机会，就是把现在已经做好的这些能不能在冰棍房里冻上、端到门口去卖。结果呢，有的人呢看电影的中途觉得热了就出来买个冰棍，买完了以后他觉得好吃，然后突然间大家好多人不看电影了，要来买我们的冰棍啊，所以呢很快我的冰棍就卖光了。那最终结算下来是赚了还是亏了？平，打平手。因为冰棍的这个配方比我们便宜嘛，我们是拿的贵的钱的配方去卖的是冰棍的价钱，所以最终我们没有挣钱。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就是这一次这个经历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做的。对，我那么小的时候去卖个冰棍，我也没有赔钱，还给了我，虽然没有挣钱，挣了经历呀。对。你心里有底气了。对，你第一次赚钱是啥时候？应该是我学完表演，那时候我是学完表演了以后，第一个电视剧找我叫《花木兰》，我当时是250块钱一集，然后当时我们是六集，然后我就花了700块钱给我们家买了一个冰箱。咱家的冰箱第一台是你添置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给我家买了一台冰箱。就是其实我买冰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邻居叔叔阿姨很多都已经有冰箱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说，哎呀，别人叔叔家都有冰箱了，我们家一定要有一个冰箱。然后我挣了这第一笔钱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我们也买冰箱，就特别羡慕。就是那个时候感觉你在大街上买一个冰棍儿，那是你在大街上买了一个冰棍，吃到了冰的东西。如果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然后你就想吃一个冰西瓜，想喝一个冰水，我觉得啊，那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你刚才也说，我在北京已经30多年，比我这个北京人时间都长了。你告诉我，在你的性格当中，从黄土高坡一直到今天的你，你性格当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就有时候骨子里的那种倔可能还是没有变，然后呢，有时候我要看到一个好的角色了，我可能很低的片酬我一定要把它争取到。闯关东二我就是这样争取的。其实当时制片人挑的不是我，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消息了，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导演我也有过一面之交，然后我就间接的要找到他，我要见到他，我要告诉他我是最合适的。我就觉得你这点挺厉害的啊，就是你上去就能说，然后把这个事情真的是落实到实处。像这样子的大众电影，我要是看到我自己喜欢的演员，我都会把他这样子剪下来，然后呢给他裱上。当时挺抵触的，我不太想演。我说什么意思啊，让我演虎妞，你是觉得我丑吗？来吧，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作品是什么啊，一起来看。
众电影啊。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少林寺威名辉煌，千年一首首经典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去了，带到电影里去了。是的是的是的，那些画面真的是让人过目难忘。是的、就是少林寺，少林寺，哎呦，少林寺我一直记着，那个演员的名字我都记得，叫丁兰，丁兰那个女主演，然后就是那个牧羊曲哈，拿着鞭子赶着羊的那个画面哈，包括那个李连杰光着头在水里头挑着那个拿着水桶的那个，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们特别有心，你看，竟然搜罗到1980年的各个月份的大众电影，我的天哪，太有心了，太有心，我看一下啊。这个是陈冲老师，现在看他照片好像他瘦了啊，但是现在这也是他有婴儿肥的时候，这里头经常介绍，你看介绍每一个演员他们的故事，那时候我们都会看，然后这里面还有每一个电影里面他会有一个主题歌，主题歌都会在这个里面，就会有谱子歌词，我们就跟着他学呀什么的，就小时候你看红，哎呦你看你看这个红牡丹，当时我喜欢看红牡丹是因为它歌特别好听，而且呢红牡丹而且红牡丹骑马呀多帅呀，就那种感觉，你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对，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就又漂亮在马上又帅，然后那歌又那么好听，你说为什么不喜欢呢啊，红牡丹，哇，真是，对，然后我们在底下里说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啊，然后哪个电影播出来红牡丹播出来江玲玲最漂亮，然后小花播陈冲最漂亮，就这样子，看这是庐山恋啊，庐山恋，就是那时候
就他就是张宇老师，就是穿这些衣服全是时装啊，你看那是全是时装，现在也不过时啊。对呀，对呀。你看他现在他穿的这个跟我现在穿的这个很像吗？对，对呀，对呀，对呀，小花的哈，就是你看他还戴太阳帽啊什么的。你看这个，孔雀公主啊，李秀明，李秀明老师。哎，你不觉得有跟你有点像吗？多少？你看你也发现了是吧？李秀明老师最早的一个电影特别有名，叫《春苗》啊。后来演了这个孔雀公主，那个时候明星都要拍很多挂历的，我们家他们的挂历全都有，挂在墙上。有一天有一个叔叔到我们家，一看一个挂历说：“哎，你们家倩华什么时候拍了这么一个挂历呀？”其实是李秀明老师的挂历，你知道吧？你说了这么多女演员，我特别想知道你当时最喜欢哪个男演员啊？这里面有没有啊？我看看。哎呀，都喜欢。其实那个是唐国强老师吧？啊，哪个是唐国强？那个，这个呀，你都没看出来呀？这是唐国强吗？这是小，这应该是啊，这小就是唐国强老师啊，小鲜肉，那时候的鲜肉。唐国强老师也有这个时候吗？你看你都不相信吧？对吧？哎，我认识唐国强老师这么多年，我怎么就完全看不到他的那个瓜子脸呢？就这样子。唐国强老师，这是很帅的啊！你看你那么感慨的，太亲切了，真的。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大众电影，我要是看到我自己喜欢的演员，我都会把它这样子剪下来，我把这个图案就悄悄剪下来，然后呢给它裱上，然后挂在我的那个床头的，贴在我床头的墙上，然后我觉得哎呀好高兴啊，就那种感觉。就所以那时候对大众电影真的是情有独钟啊。这冥冥当中就是也注定了你接下来会当演员。你看我特别奇怪，我跟你说个笑话哈。你看我从小特别喜欢《乡情》这部电影，我还记得就是他的那个女主演是任夜香，她不光是演了《乡情》当时出名了，她还演过《青春万岁》，然后好像有什么女大学生宿舍呀什么的，都是她演的。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喜欢她演的那个《乡情》哈？哎，所以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演农村戏，我从小就喜欢那种乡土气息的东西哈。你说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当时《乡情》这部电影吧，景特别美。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在南方的哪一个城市拍的，但是有船，有河，然后他们老是背一个小背篓啊，然后呢，那个歌也特别好听。然后任夜香长得非常美，我觉得她那种美是那种阳光的，那种漂亮的，她说不上来，她那种很清纯，让你觉得特别干净那种感觉。你看见她，你就觉得你自己都心情很好那种感觉。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看这部戏，当时那首歌我都就是到现在，你想都至少有30多年过去了吧？哪首歌？就是《乡情》里的这首歌啊。怎么唱？因为他是写感恋爱的嘛，就是城里的哥哥爱上了乡下的女孩子，就这么一个感情。我记得啊，应该是这样的。你看他那个歌是，词儿不一定对啊。妹给阿哥写封信，不拿纸笔，拿几针，针儿走来。线儿根，针针都是相思情。啊，哥，针针都是相思情，相思情。你看他写的特别好，那词儿。刚好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这种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哎呦就觉得，哎呀，你会唱了，哪天你要见到个喜欢的孩子，你就唱给他好了，就是那种感觉，你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后来，我因为喜欢这部戏，我还给任夜香写过一封信。那时候就这么生写呀、啊？就生写。其实我也就是我就是因为看了大众电影，大众电影上查呀，任夜香是哪个单位的，那地址是什么呀？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戏，希望你能给我回信，然后就没再也没有音讯了，我就一直
哎，盼着那封信，有回的，有回的，有回的，我就觉得我终于可以和演员和明星有交集了那种感觉。后来有一个电影叫《少年犯》，啊，我知道《少年犯》这部戏，当时也是火得不得了。就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电影《少年犯》是张良导演的，就是演那个董存瑞的那个演员老师，他导演的。然后突然我听我爸爸讲说，这个张良要在咱们附近，要一个少年监狱，他要来看看。我一听说，我说爸，我求求你了，你赶紧给我找那个监狱的那个人，我要去那个监狱要见这个张良老师。然后我爸绝了，还真给我找到了，然后就找到那个监狱的一个什么什么朋友，然后说我女儿就在路口，老师进去的时候，我女儿在路口等等他，拿个本让他签个字就可不可以？他说那可以，那可以。我在路口把他堵住，然后张良老师给我签了个字儿。哎呀，幸福的不得了，那天就没吃饭，啊，就幸福的不得了，就是这样。哎呀，从小生活在电影院，然后一本本大众电影在你心里就是埋下了这个电影的种子。是的，是的，拍戏的这个种子。嗯。但是你什么时候真的下定决心，我就要当演员了？人家说小时候说，哎呦，长得像演员似的，就是叔叔阿姨开玩笑。嗯。你自己心里什么时候就下了这个决心？其实我始终都没有下决心说我一定要去当演员。没有吗？为什么？对，因为能创造我当演员的机会，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嗯，因为他一直知道我很喜欢这个文艺，做演员嘛。所以他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西安艺术学校招生，而且是儿艺班，儿童剧表演班招生。然后我爸说，哎呦，我女儿这么喜欢表演的，要不然让我女儿去试试，反正她是面向社会招生嘛。然后我爸爸就把这条消息剪下来，把人家电话留下来，然后就打电话就给人家说，我们可不可以？人家说都可以，我们面向全陕西省招生。1986年，王建华在父亲的鼓励下考上了西安市艺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儿童艺术剧院工作。随后王建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在表演上得到专业的打磨与积累。毕业后他萌生了报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想法，勇敢尝试后最终如愿走入了这个大门。毕业之后你就选择了在人去人艺，也是考到人艺去的，是不是？对，我就觉得每一个地方我都去考了，为什么北京人艺这么一个我心目中的艺术殿堂我不去试一试呢？然后我就去考了。嗯。然后就考上了。北京人艺已经将近50年没有招过上海戏剧学院的应届生了。所以很难得的机会。说到了仁义，就跟倩华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有关了。太经典了。骆驼祥子。是的，斯琴高娃老师演的那个电影骆驼祥子我也看过，演得非常非常好，和张丰毅老师演得非常好。但是呢，我说实话哈，我是不喜欢虎妞的。你为什么不喜欢虎妞呢？就是好像那时候也是小，就觉得虎妞丑啊，因为当时斯琴高娃老师还弄个小虎牙。对对对，大虎牙应该是故意的。对，故意的嘛，弄那个假牙是虎牙。然后呢，北京人艺当时呢让我这个演虎妞的时候，我当时挺抵触的，我不太想演，尽管是大剧场，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看到骆驼祥子这个剧本，我还没有看到，我只是看过小说嘛，我就不太想演。我说什么意思啊，让我演虎妞，你是觉得我丑吗？就是那种感觉，觉得你性格像啊。对对，其实当接了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就傻了。北京人艺的骆驼祥子的这个剧本太好了，这虎妞简直写得太棒了，活了。我当时我就特别庆幸我自己，你知道吧，我特别感谢剧院和导演给我的这个机会让我演这个角色。我们看一下当年的那些片段好不好？好好好，一起来回味一下。你打刚才这是怎么的了？这是你妈。你这唉声叹气一声连着一声，还有完没完？没完。
我这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怨气，完。梨花一催能行马。你还委屈呀？省省吧，200块钱把一17岁的大闺女给卖了，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愿意呀，我。哎呦，新鲜，你不愿意？可是谁做的主啊？大洋钱全叫你一人吃了喝了，闹得归齐，是小福子倒霉。2007年的作品吗？风华正茂，那时候风华正茂。哎，你现在自己这么看，嗯，是用欣赏的感觉看的，还是说用挑剔的眼光去看自己的表演的？挑剔啊。哦，就你肯定，你还会觉得，哦，这块应该再这样或者再那样一下，再去看自己的那种表演，但是，那个青春的气息就没法挑剔了。扑面而来，扑面而来，所以它永远是遗憾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这就是达到极致了。对对对，就是这部戏以后对我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下子我在舞台上，我变得成熟了，啊，我觉得有底气了。虎妞必须讲特别地道的北京话，可不是吗？这可不是吧？对，这就是。对你有什么障碍？你学的时候有，比如说，就是这个，我让祥子去隔壁家去借点米，我就会说借饼儿是隔壁，你没听说过吧？借饼儿，隔壁就是隔壁的意思。哦，不知道，你不知道哈，啊，就是我们这个戏里有好多这个老北京的老话，我也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然后还要学，然后还要化成自己化到骨子里面去，其实真的是挺难的，而且不能让老北京有挑剔了。这个在人艺是有传统的一部剧，是，就像我去陕西的时候，我就学了聊咋嘞，聊咋嘞，你看你能听得出来我跟你微妙的不一样，重音聊咋嘞，我是聊咋嘞，聊咋嘞，哎，聊咋嘞，聊咋嘞，哎，对，就这种微妙的东西，对，其实我们要是学外地话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己意识不到，是的。但是老北京人、老陕西一听就是啊，你不是陕西人，对对对。但是你不一样，你必须得是老北京人，是那个腔，是。所以就是当时这个学北京话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压力关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能不能在舞台上来一段啊？虎妞吗？行啊。真有不怕事儿的是吧？真有胆子大的，我都这么多年没演过了。这么晚了，你找我干嘛？祥子，我有了。腊月27，我爹过生日，你得认他当干爹。我认他当干爹。啊，先近乎一层是一层啊。日后我再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给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我再说出你来。说出我来啊？我不说你我说谁呀？难不成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我不去，记得急了呀我就走。站住，上哪儿去啊？哪儿都成，我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行了，少给我想那馊主意啊！惹出娄子来，想拍拍屁股一走啊，办不到！你上天边去，我都把你抓回来。你得把人给逼死。瞧，又急了不是？傻骆驼！我知道你要面子，我早想好了主意，不说是你。我给你找了个垫背的，谁呀？就是那个新进死了的乔二，咱们车厂子东边杠房的二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的异地里，老爷子到哪儿追根去啊？省得你丢丑好不好？
等老爷子的气儿消了，我再慢慢的给他吹一份儿，顶好把我给了你。老头子为了护住自己的面子，准得答应。本来是干儿子再嫁个女婿，反正差不多顺水推舟。嘿，你说我想的好不好？说话呀，哑巴啦？随你的便吧。我这一辈子，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么个人疼你，还委屈你了？便宜都叫你小子一人捡着了，还得挖空心思替你想主意，你算哪门子男子汉呢？哼！行了。好着呢，好着不？倩华姐，好着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王宁，这是第一次搭吗？对呀。哎呦，我们俩，我离开骆驼祥子剧组以后，他才进骆驼祥子剧组的，是吧？第一次这么搭，我这是也算完成了我一个梦想。我进祥子组，倩华姐就不演虎妞了，所以我特别遗憾。我也只是在这个录像才能看见倩华姐演这个虎妞，是吧？也再次谢谢王宁，嗯，谢谢朱老师，谢谢感情，今儿算是见着了，回见了您得，回见了您得，这能说吗？在迅姐面前什么都能说，真的是。来，我天哪，你看，我好诱人啊！岁岁年年事事红，岁岁年年事事红。话剧真的很有魅力，嗯，让人着迷。但是从话剧走向影视剧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有时候我觉得，哎呀，老天挺眷顾我的。当我要从舞台上转战到影视剧的时候，我第一个剧就碰到了《当家的女人》。你个人是得了大奖，对那个戏，我们《当家的女人》这部戏好像应该也得了飞天二等奖，我个人也得了飞天奖，啊，最佳女演员。所以我说啊，我就看着倩华，就想起你当年第一次拿飞天奖最佳女主角。我说这个变化人真大，20多年转眼就过去了，可不是吗？这些成绩就是因为你扎根在农村电视剧这片沃土当中。是的，是的，我挺自豪的。有一点啊，因为你看，我得过飞天奖。我也得过金鹰奖，那我都是最佳女主演，都是因为我演了农村剧，对这个得的奖，观众给了我这个底气。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倩华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去蛙声一片。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为什么会选择《辛弃疾》这首《西江月》作为你清单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首诗呢，它又描述了丰收的情景。是，在夜间，啊，诗人漫步在田间、田埂边，然后这个有稻香，有蛙鸣，啊，星星点点，清风吹来。还有一点点蝉鸣，这种意境
其实很美，而且它是描绘的那种特别美的乡间的那种夜色，又同时伴着丰收的那种场景和感受。我觉得你对丰收这两个词有特别的情感。是的，我们就还原一下你最熟悉的场景。是的，我们在这个场景里，我相信你有更多的心里话跟我们说。是的是的，多漂亮啊。是啊是啊，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丰收的景象，特别是柿子红了，哎呀，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前面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对对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叫雪橙。哦，雪橙，雪橙，这个是雪橙呢，是我们就是八套刚刚播完，我们公司拍的一部戏叫《月是故乡明》，资中，这是资中雪橙，然后我们就在那儿拍的。脱贫，那么首先农村支柱产业就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部戏里面描写的就是支柱产业，就是雪橙。这个呢是咱们陕西富平我老家的柿饼啊，特别好吃，软软的，糯糯的，甜甜的，香香的。刚才我姐特别偏心眼儿，说给你留一个，给你留一个，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柿饼。然后呢，这个呢，哦，这个就是柿饼成型之前，这叫富平大煎柿。它就是这样把皮儿一削，然后吊穿起来，吊起来就成了现在这个吊柿饼了。这是软的，对，这个口感更好吃。姐，你特别适合直播带货，咱俩一块加盟，一块吧。我觉得你一定会特别真诚的说，真好吃。它关键它是真好吃，就是我因为我都能告诉你它为什么好吃。我们在拍《岁岁年年事事红》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的周围其实就是这样的景象。哎，我真要跟你说这个《岁岁年年事事红》呢，当演员管好自己就行了。当制片人，我觉得你方方面面，就你这个操心的命啊，就你事事都要操心，是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这段路走得难吗？特别的难。我们那个村子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找，找完了以后，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推，美工师就给推荐了长武的这个地方。他说有一个村子已经废弃了，但是很像我们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村庄，离西安将近300公里。我说去不去呀？后来呢，沈航说，去吧，直到我们5、6月份旅游了，去吧。我说那好吧，我们就坐着车坐了3个半小时到了长武。到了长武了以后呢，美术把我们带到那个我说的圆，就这种圆的底下的圆底下，哇，太美了，一条像玉带一样的河碗围绕着这个村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七八十年代的土坯墙。对啊，这种村庄，我跟导演一看特别有感觉，我们说，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我梦中的和这个戏里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刚才我朗诵的是这个辛弃疾的这个《西江月》，原因就在于那首诗跟我当时的那个景完全一样。我要还原，对对对，诗中的场景。是的是的，刚好呢是6月份，不等，然后麦子还没收，那个麦浪呼呼起着麦浪，哎呀，我当时我跟导演都心醉了，说这个地方太适合我们拍《岁岁年年事红》这部戏了。但是有个问题，它已经废弃了7年了，这些房子当时坍的塌，陷的陷，都不能用了，长草的长草已经不能用了。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把整个一个村庄1万多平米重新改造，全部成了现在我们能拍戏的一个村庄。1万多平米改造啊，那工程好大啊。对啊，就一个很大的村庄。你拍了多久？拍了有快100天吧。但是拍完了这个村庄，如果是这么美的话啊，不是说当那个美术道具完了就拆了啊，是不是能留下来？是留下来了。当时我们是就是把那块改造完了以后，我们拍完戏了以后就留给当地的这个村上，等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已经把那儿变成旅游区了，都挂着牌子，杨世宏的家、牛旺的家啊，都已经挂在那儿了。这个很厉害。是的，今天呀，这个有一个人您肯定很熟悉啊，刘伯勋啊。我们把这个倩华姐在几部戏里的一位搭档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您是来个柿饼还是来个雪橙？
这我都吃过。太好了，怎么这么好吃呢？特别好吃。这个是。哎，我也忍不住，我来一个。你来一个，你千万别。华姐为柿饼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哎呦，我跟你说，我说真得吃一个，这太好吃了。是啊。我就不让你先吃一个甜甜嘴了。你知道你来不是说甜话的，是，让千华姐先吃着，站着嘴，不说话。我先说说，对，你先吐吐槽，这制片人是不是很严厉？他那个蹭的火是不是哈，在现场经常的点燃？这能说吗？能说，看着我，在迅姐面前什么都能说。其实不是真的，朱老师有的时候是心疼的。我们的戏《岁岁年年事事红》，包括那个我们的《月是故乡明》，一个农村戏，我们每部戏有20几个跟组演员，农村戏，他经常干了什么呢？干了我们执行导演的活。怎么讲？你比如啊，正准备拍摄的时候，他会就我们走完戏以后，他会经常看看四周。哎，服装，他这衣服不对啊，对，你赶紧给他弄一下。对，他就是操心。这个头发，然后他经常就是给我们这个。就是跟组演员叫到一起，说你们有时候一定要真挚。你看我们主演都哭成那样了，你在就旁边，这是机器导演，对机器特别轻。我给他们说词儿，机器特别轻的时候，他去给人家演。到我们这戏快杀青以后吧，基本上那几个年龄大的几个老师，全都是王倩华表演体系。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心疼他，很心疼他，真的。啊，然后这个鲶鱼是他们那儿最大鱼王。最大的鲶，十年，它有2米多长。哇，这俩人就抱不动嘛，抱不动，这只能抱一秒。这么一个镜头得在水下站，我们待了一个下午啊，4个小时。水的戏我还是吃了点苦的。当时导演说：“哎，你得下水。”我说：“我能不下水？”那导演是你老公吗？就是亲的吗？不是亲的。就是他就问我，他说你能不能下水？我说我其实想到我年龄大了，而且当时是12月12号还是10号，这么冷。是的，我当时考虑到，我说太冷了，我说我能不能不下？他说不行，你要下。我说那好吧，你既然说要下就下吧。其实我认识的王倩华就是拍戏不要命的那种。你觉得我想每个年龄段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到了你这个年龄又开始做制片人，能够跳出来看到全盘的时候，你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什么最重要？前两天我在金鹰节就有人问过陈宝国老师这句话，我也在底下坐着呢。他说演员对于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了俩字儿，德行。我很赞成，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你得对得起这份职业，然后再是把戏演好。要不是真正的热爱，谁会这样？谁会这样去做？对，正因为这份真正的热爱，老百姓才会喜欢你，才会你说的，他给你自信。对，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我们不怕老，对，我们只希望有好的作品出来。今天倩华姐来到我们《我的艺术清单》，我觉得应该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刚才我们面前摆了很多大众电影的杂志，每一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封面，这一期《我的艺术清单》封面自然就是我们倩华姐。谢谢。谢谢朱迅，谢谢艺术清单，谢谢，期待着您更多好的作品。好，跟沈航导演好。谢谢，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我的艺术清单，我们下期再见，请大家吃柿饼。谢谢啊，快呀，吃啊，来，你再吃一个。哎，有没有勺子？我想让你吃那个太好吃了，那个拿好，我拿回去来。我拿走，拿个纸来，我拿走，我这我拿走。雪橙也特好，你吃它。真的吗？这个好吃。雪橙对你好。对，对，你吃一点吧。啊，拿点纸把那个外头擦一下。好，我慢慢吃。你摸摸它那个肉筋多饱满，你看，是的。就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走在那个里头，一看，哎，这个红了。然后呢，老百姓对我们也特好，你们随便吃，你们随便吃。哎，我觉得你们把这个镜头拍下来吧，我给你举着，亲爱的，我给你举着。来，天哪，你看，我好诱人啊！岁岁年年事事红。